来做游戏会不会很喘呢、啊？不是，我们这个比较文静的游戏。啊，这个游戏叫做田螺伙伴，蓝色的是名字卡，抽到名字卡给镜头看一下，你的任务是对谁做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任务卡，你的任务就是说你要对这个人做一件什么事情。哦，是不知不觉的，谁都不知道的，从现在一直到吃晚饭之前，看谁没有完成任务，谁先来。那要不我先？好，对，好，来。好了，抽完了，我抽完了，抽完了，好，自己藏起来了啊，藏起来了，非常简单的任务啊，简直了。希望我别抽到太难的，我做不到。哇，这个太难了。这我今天可真的太难了，我的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啥呀？这不可能啊，因为不存这个不存在这个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任务也要给镜头看吧？对，就让他知道你是干嘛。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这个也太难了。啊，你还换呢，还挑呢？太难了，我太难了，做不到呀。不行，只能有一个。这根本做不到，我的也做不到。太难了。这个可能是我刚刚抽的那几个里面唯一能够有可能能做到的。好想看大家的底牌是什么。太难了，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诱导对方，对吧？自然发生太难，就得诱导，诱导，对吧？我帅吗？我帅吗？三个字，就是我本来抽这个，我觉得做不到。我爱你。不是不是，我帅吗？就你能说。是我帅了，这个我帅没发现，我就在那边转来转去。他还不说，我急死了。好，可以出发了，走吧。你们屋子的门窗都关了吗？这我看见是有飞虫的，我怕晚上回来。没事，我们就叫小助手送蚊香嘛。老李是干嘛的？我就是很充分的在利用。我是姐夫的助手。哦，不是，不是你们的助手，不是我的助手啊，宠物的呀。对呀、啊。你说小助手，你就整晚在他们屋子给他们赶蚊子。我在门口蹲着，然后有什么事叫我。哇，下雨了 ！Oh my god。宝宝，你坐前面吧，我坐后边。宝宝，嗯，那宝宝，那云龙呢也坐。云龙这个走廊很大，你可以就是席地而坐。我跟车跑，我不用，我坐车了。司机师傅，我们现在去的地方远吗？远。啊，太好了，十分钟。大概也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蕾蕾讲话好温柔，因为她有一个温柔的老公。啊 ，so sweet。哎，不能这样，真的不能这样。嗯哼，可以这样啊。我觉得你讲话也很温柔。陈乔恩，你能不昧着良心说吗？对不起啊，有一点过了，有一点过了。老公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什么？忘了。牧场。对，是个牧场。牧场，那你看这里就是啊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真会说话，都不知道谁这么好命娶到他。真是。简直就是福分。不不不，谁娶到你也是福分。你说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啥？我说谁娶到刘云也是一个福分。那当然了。对。你说对不对？
的门不要开、啊。他都缺氧了，他要不要缺氧了？老郑哥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觉得他歌词写的用情可深了。反正他上节目，他说唱的那一段，我觉得他句句都是写给你的。哦，你们能听出来哦？那当然喽，深刻的可以理解和体会。他就会来这招，他多浪漫呀，还要咋的？就是还要咋的？还要咋的？就这一招啊，管三年。对呀、啊，管一辈子吧。苗苗，你不缺氧了。苗苗不缺氧，瞬间不缺氧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是没有接触过他那两天，谁在他身边生活，谁都会被他气成那个样子。不会啊，为什么？他就很有个性啊，他就会处你的那个爆点，就你哪里会爆，他就摁你哪里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浑然天成的本能，就是他天赋，就是哪里能给你那个点燃你的爆点，他只对你这样，摁你那个爆点，他只对你这样，他只对我这样。说明君哥还年轻，年轻男孩都这样，都喜欢跟女生对，就是他越爱你，他越爱逗你生气。对，对，真的，都是这样是吧？最好的留给这个世界，最任性的留给最爱的人，最爱的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我第二次来香格里拉，第一次就在那个山里没出来过。哦，我也是第二次来香格里拉，哎，我19年前来的。哇，你还是小孩的时候。我那时候主持一个节目叫《中国那么大》，然后我里面叫小红恩。Hello， 我是小红恩。哇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我已经玩疯掉了，说中国那么大。然后就专门跑所有的城市，然后我第一站就来到香格里拉。香格里拉有一个地方叫做松赞林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松赞林寺147个阶梯，就爬上去就祈求一年四季祈求平安。19年前的词儿你还记得？十九年前的词，因为你知道我爬上去再爬下来之后，我半条命都没了啊，就喘的不行，不习惯，好高，然后下来我就喷鼻血，所以我永远记得松赞林寺147个阶梯。以前看小说，觉得香格里拉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。嗯，你好多歌里不也有什么香格里拉？这美丽的香格里拉。这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。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恰恰恰。